可心，你来了呀，还带了子瑜啊？难道你们俩在一起了？怎么可能啦！他听到你和我对话说要来游乐园，就这样他也跟来了。原来如此，你带顾哲来，难道你们是情侣？我们只是青梅竹马而已。走，我们进去玩吧。 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。好，我们去吃东西吧。终于到家了，好累呀，但是玩得好开心。谁打来呀？你好，请问哪位？是我顾哲。